哦，豌豆苗。对。哦，豌豆苗，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吗？一样，也是定时淋水，有温度。哦，也是这个。现在你看我用城市型的打淋水，它会转。哦。哦，这种它为什么跟那种又不一样呢？它这种要这样子转的呢？它是见阳光它淋水，它照见光照的匀净一些。哦，这种是透明的。对啊。是不是？你看到没有？这个。这个绿，啊，哦，它是绿的。这个绿树的产生啊，一个是温度，一个是水，再一个就是光线。阳光。哦，阳光。嗯，这可以吃吗？可以吃，可以吃一下。里边有那个臭氧杀的菌。哦。杀菌。啊，这挺好。还有萝卜，这萝卜。线圈里边。哇塞，这个很好啊。你发现没有？我们那个萝卜苗的那个叶很小。嗯，对，那个叶子叶片很小。嗯，叶很小。叶片很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喷洒那个激素。哦。那个膨大剂我们不加。啊，加膨大剂会有什么呀？膨大剂那个叶片很大呀。哦。那，嗯，就吃起来没这个口感。哦，就是纯绿色的。嗯，对。嗯，挺好。嗯。走。走。走走走。这为啥要换车呢？上那个我那个门口太小，进不去。哪个地方？我那个那边办公室。哦。好，没问题吧？没问题。嗯。嗯。好，走走走。这个是。这是成品啊，成品车间，成品车间啊，就是都埃及多出来，老百姓来选购的时候，咱来选。哦，这小型的，你看一天产百二八十斤的。哦，这种，哎，小型的，哎，这种多少钱？这种五六千块钱。哦，这种这么便宜啊？很便宜。这个一年能够，如果都卖得不错的话，能赚多少钱呢？他一天能赚，一个月能赚六千块吧，那就一个月能打回成本啊？啊，一个月就把成本赚回来了，不是很贵啊，这个。那他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温度啊，控制什么的呢？控制系统还没上去。没上去。啊。这边就是我们给天津帮扶的啊，帮扶工程的。啊，这种呢有什么讲究吗？这个是多少钱？这个就是矮一点，里头那个塑料框小一点。啊。敞那个，敞开那个。嗯，那个这个塑料框小点，不是天津搬弄方便啊？对对对，嗯，这个，它等于他们如果是说，这等于是一个机器的展览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嗯，辽宁舰、雪龙号、索马里护航编队、国家远洋捕捞局，全是用的我的哦，机器都在船上哦，辽宁舰、雪龙号。哦，咱们国家的这个航空母舰都用的这个，啊，对对，用的我的机器啊，哦，我的豆芽，你这个豆芽机都是航空母舰了，就是，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酵素，酵素，酵素，它这个干嘛用啊？今后我们这个就是农业啊，嗯，应该叫酵素农业啊，酵素农业，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哈，叫效益菌，效益菌，菌子的菌，哦，不是那个益生菌那个菌，哦哦，所以这是那个菠萝和红糖，啊，菠萝和红糖，菠萝红糖，我们再加上就是豆芽的一些下脚料，让它进行那个发酵，这干嘛用呢？发酵出来的这个水呢，我们就是给这个豆芽，哦，做豆芽的时候，给它喷洒。哦，明白了，就是这个豆芽要生长，它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肥料？它需要营养。营养，营养，嗯，这个营养呢，哈，它不是那种化肥啊、农药那种，哦，它是有机的酵素菌，啊，就是你是用有机的，但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人买你的机器回去，他用其他的嘞？我们呢是这样哈，就是下一步我们的这个推广是这样，我们不仅仅是买给他一个机器，还教给他啊，用这个七条法做豆芽，然后辅助以这个酵素菌。哦，这种方式，这个酵素呢会教给他做酵素的方法。哦，因为酵素最起码要三个月，嗯，最好的呢是三年。哦，所以你家里有几个桶，豆芽的下脚料，苹果啊，又是蔬菜啊，又是这个，再次我是用的那个什么，收了他几吨那个
菠萝。哦，菠萝。菠萝。哦。菠萝呢，它发酵特别。发酵。啊、嗯。嗯嗯嗯。哦，明白。那就等于就是这个水它需要也需要喷淋的水也需要有一定的肥是啊、那么呢你等于呢用有机的完全用有机的去武装这个喷淋的这个、就是咱做的这个小猪呢就可以喝、啊对再喝都可以的啊这么回事这边啊这边啊这是生产像这样的生产车间的话它这个一天能够装多少啊就是装配几个这样的、装配呢一天大约在五吨到十吨的产能的机器啊五吨到十吨、因为我们那个机器吧、大大小小都有嗯所以说吧就小的是多少钱这边再看你大的是十万小型的五千块钱五千到十万、是吧五千到十万对啊啊，这是装配空间。这是做酵素的哈。哦，这是做酵素的。正在那个焊接哈。嗯。改造这个桶。哦，行行行。嗯嗯嗯。啊，你这个厂房还不小呢。嗯。啊，这个五六千。这不能够保证多少人呢？一天。这个一天取四百斤牙。取四百斤。四百斤。四百斤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一天取。四百斤豆芽的话你一般的家庭如果小作坊的话家庭妇女在家能赚四百块钱啊、一天能赚四百块钱四百块钱那可以啊哎卖四百斤豆芽一斤豆芽赚一块钱啊一斤豆芽一块钱、一般市面上也就是一斤豆芽一块钱市面上一般一斤两块到三块一斤两块能赚两块到三块零售就两到三块钱哦嗯嗯行这个挺好的我们青岛啊我们青岛拿去这个机器用那个酵素菌做的都卖了五块钱一哦五块口感跟其他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吗它 口感就是甜嗯营养价值高各种微量元素元素的含量高哦所以说它这个吃东西不就是要求营养吗哦这个项目呢我们看了觉得老袁胖觉得还是觉得可以的啊可以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很适合有一些人创业另外一个呢它主要是有机是吧我觉得现在是健康对如果呢大家对这个发明项目啊你觉得好的你就在下面点赞如果你觉得不好的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建议你可以呢点击关注留下评论如果你觉得呢这个想要联系我们的孙总呢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组我们会把孙总的电话号码告诉你还有下方有那个小编他也会告诉你的电话好不好如果呢对我们这个项目感兴趣的你就多多关注发明迷这个怎么呢跟着袁胖哎找项目赚小钱好吧好那我们下一个发明项目呢是在山东的胶州